撒些花椒叶，猪油兑兑吃。水热也不行叫。就留下来，醒一会。妈，你搁家上火？能下火就上火的。这油快炸的油了。妈，这正好全靠烧火的嘞，你看给家火烧火，没问题。我说火烧的不赖吧？就是烧的好。吃了看见，还没。这是你火烧的好。好吃吗？一分加整。我只会我一句。大伙儿喂。大伙儿可精，一个劲儿吃。你知道这有叫啥吗？叫啥？还叫粘不死。哦，你这是给油锅粘着的，不是给油锅泡着的。油锅一般，那个肉一般。